妈，包呀包呀，走，自己弄。你怎么不能走？俺不是为了你好呀，又不能吃山的，又不能喝辣的。你偷偷不想让我吃。来，飞哥，谁要拿手啊？知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用这两条草鱼给大家做一个鸡汤木桶鱼。子哥，你看这刀骨怎么样呀？真美啊！把那个骨头洗一下，基础一点都没掉啊！知道知道，两个带心胡椒粉，一丢丢咸盐，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粘稠状，放入生粉，最后放入明油，一点都没掉啊！知道了，尝一下的，啥调行吗？野山椒、黄藤柳椒，再来一把干辣椒。泡姜、菜籽油、猪油，放入葱姜蒜，放入辣椒，放入鲜麻椒，料油炒香之后加入清水，放入一丢丢咸盐、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白糖、鸡汁，小火熬上五分钟，把清洗好的鱼骨头放里边再煮上十分钟，放个柠檬块，又是这个独特的味道，走，走开。锅中倒油，烧一下石头。好了，放入腌好的鱼片，倒入鱼汤，飞哥开饭呀！不要辣椒，不要辣椒，你怎么又要出来了？不辣不辣，你吃吧。飞哥，那就把烟喝酒的事是吧？我不能喝酒啊！来来来来，吃吧吃吧，来飞哥。表拉丝呀，好吃吗？姐妹，好吃。老板，哟，风吹又来了。哟，飞哥能吃辣的了？好吃。吃完你多吃点。你们吃两个，吃点。不、哟，你看这反应。哟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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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雷不烧的何必给他回来给甲鱼洗个热水澡，甲鱼身上这层薄膜去掉，起锅烧菜籽油，放入葱姜蒜，放入麻辣三叶套，豆瓣酱、火锅底料、辣味粉、叉烧椒、豆豉椒、二荆条、火腿椒、凉姜、白芷、肉蔻、小茴香、桂皮、花椒、麻椒、搞里头、白胡椒碎、搞里头，炒香之后加入开水、美极鲜、辣鲜露、生抽、搞里头、味精、鸡尾、白糖、十三香、搞里头。汤调好之后，先把新鲜的猪半骨放里头，先熬上半个小时，放甲鱼。呀，真美啊，美吧？小火慢炖二十分钟，提示已到。哟，里边点的，哎，来，兄弟们，开店！来，飞哥，你的，我开店。嗯，真好吃。
美的美，来，好家伙，来，嘿，哟，这是丝瓜仁，这刷锅可好用了。哎，师傅，老雷，过来，我吃饭去。我吃完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不是病上了？你敢欺负我的你？你俩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。飞哥，吃点，快点坐下。老雷，你快点吃叫花去了啊！叫花叫麻火鸡怎么样？安排。放了咱们的秘密佐料，咱们营业第二天开烤。兄弟们，我已经营业了一天一夜了，咱们接下来准备一下配菜：香菇、胡萝卜、苹果、洋葱、芹菜、生姜、白砂糖、1斤6咸盐、蚝油、麻椒、花椒、干辣椒。你可别出京省吃了啊！是不是打个大夫也给你摘去了？别动了，把它扶打扣。抹上猪油，防止粘连，粉碎焦刀。香菇、蚝油、麻椒、花椒、干辣椒，来吧，宝贝儿，滚！你，我，走你！4个小时之后见，走，回去。期待啊！又是这个独特的味道，走，准备。老雷，好嘞，好嘞。是吧？是不是太好了？来，给他砍啊！哎，一、二、我。开始了啊！开始。一敲黄金万两，二敲荣华富贵。哎哟，一二啊，太帅了！哎呀，来飞哥，先拿味儿，怎么样，飞哥？真是，哎，那必须。哎，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来，师傅，坐好。哎，这是什么脏事？客人还不吃这事了？你错了。嗯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喂，满桌子！太香了！哇，喂，满桌子！可不上，这才好东西呢。我弟高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，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华。滚滚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我是班的啊！行行行，我给他刘嬷嬷炒菜的。不是，我是屋里。这荒郊野岭的，都哪儿给你来肉了呢？杨哥借点东西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哈哈哈，可不上。飞哥，快点回家吃肉。那得再敲，从眼睛都打大花里。嘿，哟，我能聊出来？能看出来？小子哥，慢点。去腥三叶套，大葱、姜片，飞哥的飞碟，咖喱咖。放入葱姜，少来1斤6咸盐。小火慢煮40分钟。又是这个独特的味道，走，出菜。这块可以不
总裁。哎呦，你看这汤。哎呦，来，飞哥，来，飞哥。飞哥，来来来，这些肉多，这些肉多，这些肉多，这全肉。太少了啊，搬家的啊。这些不会吃的吗？你看，这才搞东西的。老板，这全是不能人吃的呢，这。所以说才两斤鸡腿，所有人都坐大巴里。啊，这还没有吗？好吃是好吃，吃肉太少了。这能吃吧？哎，来来来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吃饭了吧？来呀，咱俩走，吃饭，来。